买起来了吗？怎么了？早上还去打球哦？对啊，不会这么晚才到家。我想说他们自己坐车来啊，他们不坐车来等我回去。比较快啊，比较快路啊。只是我来这边车好难停啊，我要停到建国那边的。啊，停到那边去哦。坐那边有位，其他地方都没位置。家里现在。后面在做卫生下水道呢。他怎么了？是冬天，你戴帽子。啊？就像我。对啊。真的。因为他调错了啦。好，帮我摇。嗯。过来台，我要多一点。干嘛呀？去洗脸。莫林怎么了？想睡觉。这是排骨啊。汤子。那你怎么来了？吃了吃了就好了。你要坐这个位置，这位置不冷。好，会人都带起来就好了。冰冻，那个，喂，起床啊！起床啊！